问题啊？怎么完全没有胖啊？生孩子不都应该生完都那样了吗？杨颖的突然出现让大人惊讶的是，产后不到半年也迅速恢复到了生产前的状态，真是不得不让人羡慕啊。怀孕的时候就没有胖，肚子这么大，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对，我看到的时候就是肚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怀孕的时候超哥有见过我，他碰过我的肚子。我绝对可以证实，而且我也摸了这个肚子。我也摸了，感受了一下。摸过小海绵的人。其实除了杨颖，在影视圈中有不少辣妈都是在产后迅速恢复身材，神速投入工作，姚晨也是其中一个。每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都是形象气质俱佳，身材更是好的没话说。您能想到这是她生完二胎宝宝刚刚一个多月时的状态吗？你不是刚生完孩子，为什么身材又会变成那么好？就是健身。同样，李小璐也是这么一位拼命三娘。2012年生完女儿小甜心没多久，李小璐就要入组拍摄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私人定制》，和冯导合作的好机会自然不能错过。于是，李小璐快速让身材恢复到最佳状态。怎么顺利啊？小白呢？小白家里有事请假了，我来代班。啊。他们这个工作服怎么改了泳装了？怕您在水里出意外，方便下水抢救。我是真的没有去捡，我挺爱吃的，主要是因为带宝宝，我自己很多都亲力亲为，会比较累，到现在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其实，在影视圈中，像上面几位在生子后快速恢复身材的辣妈还有很多，除了他们自身的工作原因需要保持身材外，注意饮食和坚持健身也是快速恢复身材的好方法。节食减肥并不提倡，瘦得健康高效才是正确的减肥之道。